안녕안녕응잠깐안녕에白岩神探是出去玩，白岩神探去哪玩呢、啊？好好奇哦。嗯，我的灯突然暗掉，吓我一跳。难得。啊，这个。在日月潭坐船看阿派，这么厉害！天哪，感觉有种带阿派去日月潭的感觉。Hello， 大家好，今天是自己开直播。大家昨天都有去看那个吧，那个官方的直播，我跟韩寒的。嗨阿华，哎、欸、阿华今天难得是正常的阿华哎、欸。嗨桃花哥，桃花哥也来了，耶、yeah ！头发最近长长了，好长哦。你们觉得该剪了吗？还是这个长度还行？你们觉得该剪了吗？我这只是分身，还有正常的我怎么是？因为哦，那是蚊子吗？超大只哎！难怪我被叮。等我一下，我看它的踪迹。打从小能手阿潘耶、yeah, 成功了耶、yeah, 超快速哎、欸、哎、欸、我这是打虫的那个打虫的速度超快的，飞奔过去是跳过去，然后直接拿拖鞋啪，只是等一下又要清拖鞋，真讨厌，上礼拜才把家里拖干净的。红龟啥安菇，安菇龟，我喜欢吃安菇龟哦。哦，现在本身是送鱼线，哦，钓鱼了吗？我的腿再度被你扑杀了，耶！哎，今天下午有那个地震，你们还好吗？大家报平安一下哈，在这里应该都是平安吧，应该不会有人就是怎么了，然后还来看直播。大家都还好吗？有没有被吓到？天哪！对，还能发话应该是平安才对，还能发话应该是正常才对。嗨，夜雨苍神，你好，怎么还有一只啊？什么？我的，然后这只长得不一样。可恶。刚好用到那个拖鞋的缝隙，所以没杀死他。可恶，失败了，失败了。应该是外面飞进来的。最近天气变好，虫子就变多。快来开门，开关门速度要再快一点了，真讨厌。下午还好吗？对，搞不好就是下午才飞进来的。对，应该下午才飞进来的，就是他。哦，下午不是有大地震吗？好，我们先就是希望全台湾人都很平安。兄弟的陈家豪，哦哦是哦，天啊！哎，我好久没有看棒球了，最近都没有在看棒球。现在都很少看棒球，越来越没空了，有种真的成为神罚的那个实感，终于有实感了，最近特忙的。然后好，我先讲下午的地震，然后就是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安，然后大家去关心一下周围，看一下就是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大家有没有事。对，然后我下午啊是。我早上先考期中考，我今天早上去考试，然后考完试吃完东西回来就想说
下午四点才播嘛，然后晚上又有工作，所以我想说就是先休息一下，补眠一下，然后就睡觉。对，哦，因为那个今天会这么早开，是因为那个晚上还有工作，然后就是等一下应该下播之后就是上班吧，对，嗯，然后下午就在睡觉，然后真的很好笑，我以为我梦到地震。我到底是有多累，我就边睡觉，然后我没有意识到是真的地震欸，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睡一睡，然后我以为梦到大地震，然后我就突然没有意识。对，听说震多久啊？那是震多久？有一分钟吗？然后我就在，反正我就在那个短时间内天人交战，就是有一半时间在，就是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有一半时间是真的醒过来。就是醒过来之后发现是真的一直在摇，然后那只虫虫又来了，我要杀死它。怎么飞上来，真讨厌，应该是死了。好， OK， 搞定，今天的杀虫大业结束，总算是受不了把他们两个摁掉了。陈江河这周日在天母要隐退，真的假的？天母，可是我这礼拜天有事耶，最近特忙的。然后，总之今天下午就是一个被吓醒之后，然后瞬间想了想自己这边有没有逃生的方式，然后后来想想，没有哎，就我在那十秒内，然后意识到我在这边完完全全没一个逃生计划。那个裙子也大太多，对啊，就大太多，真的大太多了，真要拿去改啊！我会再拿去改。是公司挑的吗？对啊，因为是公司，就是他有帮我们做造型，当然也有我们自己挑造型。就是因为我衣服比较少嘛，我衣服比较自己私底下我的衣服比较少，然后大家主要是以私服为主，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拿自己的衣服，可是因为我的衣服本身就很少，然后我去逛街我完完全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就公司有帮我就是挑了几件衣服，然后让我自己搭配这样。然后所以我下午就一个被吓醒，而且我发现就是周围大家都跑出去了，就是附近住的人你就一直听到开门声，结果我才冲到门口而已哦，然后地震就停了，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天，超可怕，因为我心脏狂跳，那瞬间那个心脏大概有飙到100多吧，暴露自己没有女子力，对啊，没有，是暴露自己没有财力，暴露自己没有财力跟女子力，我衣服真的几乎都裤装啊，我很少裙子哎。我觉得裙子这个东西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我大概参加甄选之前，整个一个里面的裙子大概就是2件，然后参加甄选之后，裙子开始变得爆多，就一直狂买，一直狂买，狂买猛买。可是搭配感觉年纪有点大，真的吗？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是没有穿过的风格，我想要试试看啊。大家都媚系呀，我又不是那个类型的哦，好痒哦，眼睛痛，好痒。然后来讲一下这礼拜的事情好了，这礼拜 KKBOX 吧，我在大学没看过多少女生穿裙子，对啊，就是以轻便为主，上大学之后都是以轻便为主。姐姐系。我姐姐系好不好？我是姐姐系，可以吗？然后，哎，你们有听的吗？那个 KKBOX， 我昨天其实都在努力，就是专心跟韩寒对话中，所以完就是真的没有人在看留言。所以阿潘学校也不穿裙子，不会啊，完全不会啊。我今天就穿裤子，所以我偶尔穿裙子的时候，就会被同学呛说今天是恶心偶像哦。很可怜欸，我很可怜欸。
泽恩涵那个棒子是偶像，不是，泽恩涵还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虽然我们面前其实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帮我们控场，就是帮我们注意时间，还有网路卡顿的问题，可是从头到尾哦，都没有给他打 pass， 他就一个人，然后一直讲，我真的觉得好可怕，他有这个潜能呢。对，跟你们一样，在我还在学校的时间直播，因为最近工作量比较大啊，就是时间可以配合的也比较少。恶心偶像，对，恶心偶像，还小朋友管不住，真的好奇怪哦，他平常不是这个样子吧？你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变亮吗？阿潘自己播感觉比较白，什么意思？哦，对，昨天光线一直瞧不好，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瞧。可是其实实际上我好像比韩寒白一些。阿潘专心吃东西，我昨天下午工作完还没有时间吃饭啊，所以才会那样。我是饿到没电了，我昨天是饿到没电好吗？而且真的，我原本很担心说，就是我话很多，然后会让韩寒没有戏份啊，然后会让韩寒就是没讲到什么话，就没有。他自己讲的好开心，我都舍不得打断他。然后连工作人员，其实你们都看不到啊，你们都看不到。其实工作人员就是我刚刚有说，其实我面前有个工作人员是帮我们控时间控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整个已经笑到蹲在地上，然后大爆笑那种。然后我到最后我也在大爆笑，完全没有办法注意。完全没办法集中精神，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大炮走空山，我没有看过这么会卖的，史上最会卖药哎、欸。Hello， 水锤子呀，怪仔，我想说挑这个时间应该比较接近下班下课吧。虽然大家应该都还在，应该还在上班上课才对。前天我看到韩寒进公司，真的吗？卖药，这很像卖药啊！你不觉得他很像卖药的吗？谢飞镖送的，看好你哦！掌声鼓励跟玫瑰。还有，谢谢船长送的鱼饵，船长。杯垫那段我剪好了，想说还要后置哦。杯垫真的很夸张。他讲什么？他说。他会吸水，因为那是绿草地，我笑到快崩溃。要不是我没力气，不然我应该笑得更夸张。本家的果然都不同凡响，对啊，本家的潜力，我昨天帮你们开发了韩寒的全新魅力哦，有没有突然觉得其实妹妹也不错？啊，好笑！杯垫真的很好笑。谢富伟送的鱼儿。其实韩寒常听地下电台卖药的，真的吗？他那个年纪会知道地下电台卖药是什么感觉吗？还是他姐姐传授给他的？你们觉得我上那个 KKBOX， 就是哪首啊？果然还是介绍哪首。我其实想很久哎，就是听到主题，然后要介绍给大家歌曲的时候，其实我私底下想了还蛮久，我在想。要介绍什么歌？真的想超久了。姐妹一起看的，有可能哦。杯垫还能当抹布？对啊，潘一代，嗨爱死！我是内心永远18岁的伊潘潘。草地杯垫是很溜哎、欸，溜。其实口才不擅长。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一定要加在一起才完整吼！谢谢阿贵送的捕梦网，还有北人神太送的捕梦网哦！大家怎么都送捕梦网？谢谢柔君送的捕梦网哦，好多捕梦网！现在怎么状况？那首歌超多回忆，对啊。他说，那一首歌也是有放在我的歌单里面，大家可以去收藏一下。是 AKB48 的《光与影的每一天》。嗨，土地公你来了！暗杀教室不是暗杀教室，是韩寒推荐的啦。《光与影的每一天》为什么会有回忆呢？回忆就是从
那个最终审查的时候，最终审查的时候，我是唱那一首歌来着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自我介绍，然后我说唱这首曲子的理由，好像就是想要送给所有审查生跟我自己吧，因为我自己有在打棒球，所以我很喜欢那一首歌，就是形容的不断努力、不断往前进的感觉，就是你其实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然后你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办到，然后你就是只能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然后一直不断的努力奔跑，然后努力奔驰那种感觉，我超喜欢那个意境。KKBOX 真的很棒，对啊，潘毅打棒球手哪里？我是捕手哦，没看过拿球棒的阿潘，真的吗？我以前其实有在 IG 上面 po 过，不然我找个时间再拍一张好了，就是拍打击的样子，再找人帮我拍一下。甲子园的，大甲子园的，妈祖有没有托梦给你说会选上？没有，什么托梦？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首候选曲，然后那时候也有请就是爸爸的朋友，因为还就是好像唱歌老师，然后他有稍微帮我听一下我的歌声，然后其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连老师都喜欢别首，就是都各自有喜欢的歌曲，而不是喜欢我原本挑的这首《光影的每一天》。最后还是我的坚持，就是我自己的坚持，我真的想唱这首，所以才去唱它。也会在上次的 KKBOX 播出。有啊，我有播啊。潘怡竟然跟我一样是捕手，看不出来阿潘是捕手。没有，阿潘是。垒球慢垒哦，是站着的那种，是很轻松的那个。我的手机里面有一张跟你合照，真的吗？飞镖，赶快传给我，我想看。那就一起去大鲁阁回放一下。对耶，最近我记得有学生专案是呗，是时候该去大鲁阁咯。那天你们到底吃了多少？其实我没有吃啦，我是在说第一次的 KKBOX 哦，因为那时候嘛，就是我觉得为人打气的歌曲比较，就是讲到这首可能会有一点点心酸，然后我觉得比较没有到这么的励志，因为这首歌的励志点是你要去思考之后才知道的。手机里面都没有跟你的合照，所以新一要赶快跑遍各大活动，搞不好就会有合照机会了，懂不懂？我也有跟阿潘合照，真的吗？这么好，我怎么都不知道。等一下，成品的时候吗？你们传给我好不好？我很想看的。虽然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长得不好看，我那时候跟现在有变吗？有变吗？你们觉得？不管是个性上还是长相上，你们觉得这一路上我的个性有变吗？强烈了，不是强烈，强没有烈啦，那个。那是 LED 灯，我开给你们看好了。那是光明灯哦，俗称光明灯的 LED 灯。成品的也有，我知道北原神推那张我看过，北原神推那张我看过。硬式棒球的捕手，没有啦，我没有蹲过，我没有蹲捕过，蹲捕太可怕了吧？他们应该会不敢丢球吧？变尖了，什么变尖？变尖是怎样？嗨，曾家，我很平安哦。那个下午的地震，我没事，曾家，谢谢你，曾家，哦，好 sweet 哦。你知道我全龙回归，我知道。谢柔真送的 love you， 原来不是裂痕，是灯光，它是灯啦。一样吧，应该。个性有变吗？我比较想知道个性的，快点告诉我，我想知道个性。阿
汉变得更可爱，真的吗？但是我不敢传给你看，我做了个很母汤的动作，很母汤的动作。幸好也没事，但听到你的故事，还是觉得傻眼。睡梦中，对，我那时候真的在补眠，因为最近睡眠比较不足，就是因为期中考加工作嘛，比较需要睡眠的状态。个性有变，真的吗？我那时候还带着面包超人耳环，对，那时候刚买，超喜欢的，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带出门。就是跑去看你之前，小人找到一张照片来当头贴。嗯，我看看你的头贴。你洗脑了，换掉，请换掉，谢谢。IG 自拍好好看啊，阿潘可以多，可以多多发自拍，好啊好啊。我还怕自拍太多，那个版面会，就是都是同一个角度，我其实还蛮不喜欢的。我想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可是我其实有在挑战让版面变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真的是面包超人，对啊，另外一边是果酱爷爷哦。变得比较少看棒球，对，现在变得比较少看棒球。爱死加油，拜拜，加油，上班加油。应该说你表现在荧幕前的个性有变，像是，快点，心意告诉我，心意也看我好久了，心意一定很懂。但我刚刚梦到瑞葵，我不知道为什么梦到瑞葵，但我梦到瑞葵。然后我梦到跟他一起工作，然后我还想说，哦，好开心哦，我一定要在直播里面炫耀，然后跟心意讲。我梦到这个内容哎，超好笑的。那时候头发好像比较短一些，对。你都放自拍，我也可以接受，不要了。哦，那时候阿潘的签名还不是现在这个，哎，完全不一样吧？我的签名也变好多次哦。嗨 ，Ruby， 如果可以用微博，九宫图的执念，所以 IG 九张也 OK。好的，阿潘变得比较会打扮，可是这件衣服已经不知道穿 N 年了。你们一定看腻了，小宝，显示自己的财力不足，小宝。我发现你脚上好多伤口，对啊，我脚上还蛮多伤口，就是小时候都是野孩子的状态。最近也有被说，就是，伤口虽然是那个疤痕，就是疤痕可以用我的遮瑕膏遮起来，可是我的脚啊，因为就是很多人以为我是太。干，然后干到皲裂，最近还蛮常被，就是可能，就是记者朋友们或者是被工作人员说，可是这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不是，就是它不是到太干，它不是很干的状态，它是个好像类似遗传性的皮肤病吧。疤痕是因为小时候太常跑跳碰，对啊，我小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会当艺人，所以就是追赶跑跳碰，追赶跑跳碰，然后就一直受伤哦。我脚上啊，就是大家不是都会有摔膝盖的经验吗？我大概每一个学期或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大伤口在膝盖上，所以我很多件裤子都是被我摔破的。我有一件黑色的这个紧身裤也是被我摔破，然后就变破裤了。我最近在思考要不要把两边都剪破，就是让它看起来像件破裤就可以继续穿了。超爱乱跑，是有像鱼鳞的那种纹路，对对对，是的，就是像鱼鳞的那个纹路。那是一种遗传性的皮肤病，所以那个就算抹乳液其实也没什么用，可能我记得好像要抹长期吧，然后我觉得也不需要去看医生啦，因为它其实对我身体没有造成太大影响，可是美观上真的就是啊，真的就这是为什么我其实没有很喜欢穿裙子。那个我也有，真的吗？
就是那个真的是有点困扰，就是美观上真的是很不好看，视觉上真的很不好看。现在才发现在听 S1 的歌，对，我现在播的歌单是我在 KKBOX 上面新增的，然后歌单名字叫做四月无限 loop， 就是我这一整个四月都一直在听的歌，一直狂听猛听的歌。今天30度 ，WiFi 也穿太热，今天30度吗？今天30度吗？没感觉。哦，话说阿潘是那种特别不怕热的体质，我很不怕热，可是我很怕冷，非常怕冷。就是冬天大概要盖2-3件棉被的那种，虽然我只有一件棉被，但我的棉被超厚的哦。我超怕冷，我连冬天都会穿着外套睡觉，然后还穿袜子。不是应该狂听草地的奇迹吗？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吗？有吧，我记得我放在歌单里面哦。因为我会创这个歌单有一半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走在路上听耳机的时候比较方便。有啊，它在里面啊，因为我也是一天大概会听个5次吧。小时候太常受伤，遇到保健室阿姨还被认出来，我也是被保健室阿姨认出来的人。我上次回高中，然后阿姨讲说你就是以前那个嘛，她说我是不是那个谁谁谁班上的，然后我说对，阿姨你还认得我，她想说因为你以前生理痛很常来这边休息，我就说对，阿姨你还记得我。很多韩文歌，对，最近比较常听韩文歌。鱼鳞腿其实多擦乳液可以改善一点点，对，它就是一点点，可是真的还是很明显。因为我其实是原本连大腿都有，可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每天擦乳液，所以我大腿现在是没有鱼鳞腿状态，可是就是小腿吧，小腿大概下半段比较明显，可是上半段已经慢慢在消失了，就是真的一直擦乳液，而且。就是，我的鼻子以前其实也会很常脱皮，就也是好像也是那个的影响，然后就是每天现在就是每天要一直用，就是卸妆可能用比较好一点的东西，然后保养品也是就是一直狂擦猛擦，就是像不用钱一样，然后一直狂擦猛擦去保养。可是他是腿耶，他是腿，然后我要花那么多钱在他身上，我没有财力。省钱盘真的很省，我真的是勤俭持家派。啊，幽灵上班加油！我删除我自己，好哦，飞镖。我们都是保健室常客，真的，我是保健室常客，而且小学也是，我小学是保健股长，然后另外也是自己常受伤的那种。就是一天到晚去保健室，然后贴药啊，然后消毒啊什么的，或是带同学去。小时候也没有，长大就出现这类皮肤感症状。我是从小就这样，我是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样子才是正常的，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有我是不正常的。保健室常客，不想上课保健室，哪有什么东西？把腿养好，说不定以后腿会直接工作。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绿，为什么阿贝桑不会念绿？真的吗？我下次问问看阿贝桑。阿贝桑有做过我，越来越喜欢阿贝桑。我小时候是会跟男生打暴力躲避的那种人，就是以前不是。小学通常一开始都打躲避球，然后后来会拿篮球打躲避球吗？我就是那个拿篮球打躲避球的人，我就是我。然后会跑到后山去捡球也是我，会跑到花丛里面摘花也是我。他会念成六，可能比较难发音吧，我下次教他好了，下次教他。每天都说好晕，真的量体温就没事。我都是一直说自己没事，然后被丢去看病的那个，
一直说自己没事，然后一直被丢去看病的人。腿不要就给我吧，塔瓦哥说什么？哎呦，专业保健室职员潘怡，对对对，我真的是专业保健室。香菜很皮，我超皮的哦。跟抹定型液一样的用量抹在腿上就好。其实我定型液没有抹很多哎，可是我不能讲牌子。刘海有个秘密，其实烫啊，每个人都会烫，就烫成这个弧度，每个人都会用。可是我的定型液啊，就是其实喷在这样子喷在上面，大概会喷3到4下，然后我是用水状的，我不是用喷雾式。不是，是有点像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说哎。总之它是比较偏水状的，然后喷在这上面，然后你再平均用手，然后一根一根的把那个不顺的头发压下来，之后再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食指跟大拇指，然后压着那个喷枪的嘴，然后这样子喷2下，然后这样子顺过来之后，然后要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然后把这边全部粘好，一个一个粘好，然后让它不会离开这一条线。对，刘海的秘密是这样。然后如果这样子喷完，然后稍微这样子晃一下，它还是会动的话，我可能就要再喷多一点。像现在就会动啊，因为今天只是开直播，就不太会那个喷太多定型液，就比较轻松的状态啦。可是因为像昨天是因为我还有一些拍摄，还有另外的工作，所以才喷那么多。就是如果有要跳舞啊，或者是有拍摄类的，会比较容易动到发型，就一定要喷多一点定型液，不然头发一直乱掉，发型师也会崩溃，我自己也会崩溃，经纪人也会崩溃。暴力躲避当然是爆头，什么东西？去后山买什么 ？Lolly， 你在说什么？现在团体是吗？有台语已经赢过部分人了。对啊，我都跟他说你台语已经很强了，你比很多台湾人都很厉害哦，还要厉害哦。安排小腿好细？没有吧？小腿超粗的，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就是大腿内侧瘦得很慢，瘦的速度真的很慢。一个健康腿型，健康腿型。晚上不是要洗到头皮发麻，就是因为它是水状的，所以才不会洗到头皮发麻。它是水状的，它不是粘性，它不是像那种喷雾定型喷雾一样是粘性的，不一样。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的你就算事后要拿梳子梳开重新定型也比较不会卡垢，因为通常发胶你喷上去你是不能再梳的，因为梳了它可能会就是你的头发还是定型在那，但这个没有，这个是比较软性的，我还蛮喜欢的。而且我其实后面也都不会喷定型液啊，我就这边会喷，就是刘海，其他都放飞，让它放飞自我。流汗会让刘海解体吗？这又是一个秘诀了，就是刘海一定要是蓬的，流汗的时候汗才不会沾到刘海，然后不会沾到刘海，它就不会解体。看起来跟阿布差不多细，没有吧？没有吧？抬举太抬举太抬举了，这个姿势应该换件短裤才优质哎、啊，不给你看。这腿一台斤多少？我想一下，这个要多少？这个腿。可是我觉得我腿真的没有很好看，而且这件很松哎、欸，这件裤子很松哎、欸。如果要弄紧的话，腿应该是弄紧一点的话，应该是像这样，我的脚脖子特细的，脚脖子是特细的那种，把裤子扭紧应该就可以了。像这样，其实卷起来就好了，我就
做什么啊？超好笑，差不多是这样。小腿的部分，小腿肌的部分，超结实的，超可怕，好不好？你看到这一条了吗？这一条肌肉线条超可怕。嗨，月月，这肉值200收，什么东西？空气刘海就 OK， 对，空气刘海就不会塌掉了。谢谢本神太送的玫瑰，一来就要业配自己的腿，没有，我腿很胖啦，我腿很胖。谢谢本神太送的金枝冠。那个叫胖，我觉得自己完蛋了。没有，我们的标准本来就不一样嘛，对不对？而且在镜头前就是会显胖啊。这歌你也会跳？真的吗？增加，我想看增加一下。是说胖也是野孩子，怎么会想甄选？甄选的故事真的是讲到，真的是可以讲100万次哎、欸！这不是我自己报名的，我是被施压的，我是被施压施压的，在西门町的路边被施压的，证据影片可以上网找哦。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对啊，我觉得这首其实是蛮耐听的，我觉得。记得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是 TP 的甄选宣传期，然后那个台湾研究生那时候在环岛宣传，然后最后一站的彩蛋就是在西门町，然后那时候我刚打工完，在路边思考人生的方向、午餐的方向，然后就不知道那天他们会出现，然后诗雅就过来讲说，就是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甄选，然后你要不要报名，然后我那时候还在犹豫，然后叫他过几秒就讲说好，他要报名，然后我就黑人问号，然后我就签下去了，耶、yeah!事情经过就是这么的简单。跟诗雅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真的，这是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要是你知道午餐吃什么，就错失机会，什么意思？哦，对啊，要是我知道午餐吃什么就错失嘞。跟好朋友一起报名，结果好朋友也有上的版本，不是。怎么可以讲队长？说真的，都被诗雅诗雅，诗雅的歌，要买笔，什么买笔？很像要签下去当志愿，真的很像哎、欸，黄志愿有，是因为小孩请假了，所以我回来，真的吗？哦，恭喜爱死放假了，耶、yeah! ！我突然觉得好热哦，我是不是穿错衣服了？我开始感受到有人跟我说30度是真的了，幸好刚冰大不在，耶、yeah! ！冰大什么都不知道，耶、yeah! ！他什么都不知道，耶、yeah! ！哦，最近那个有被阿贝桑照顾到，越来越喜欢阿贝桑，阿贝桑真的好漂亮哦，她好漂亮哦。他超温柔的，我昨天就是因为那个最近比较常穿高跟鞋，然后我真的很不擅长穿高跟鞋，昨天有在直播里面讲，是我真的超不擅长穿高跟鞋，因为台湾的女孩子就是几乎都穿平底鞋嘛，你们就算我现在拿就是把镜头移过去看我的鞋柜，也是全部都是平底鞋跟拖鞋，完全没有别的鞋啊，然后我穿高跟鞋就很可怕，一直快要跌倒，然后就是边走，然后就是那个鞋跟也会一直插到土里面，就很害怕，然后走得很可怕，然后阿佩桑就会默默的过来扶我，啊，好温柔哦，女神。我觉得妈又也很漂亮，对啊，妈又很漂亮。
刚刚才说不怕热，现在却是热啊，可是是可以忍受的，就是热的话我不会，就是不会真的怎样，可是冷的话是一完完全没办法忍受，就热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穿这样，我也是没差的状态。喜欢他的腿哦，阿贝桑的腿好美，这样上节目就有高跟鞋给了。小橘的搭配鞋还能习惯吗？哦，我跟你们说，小橘的鞋子不是也是高跟鞋，然后我们要穿着那个跳舞嘛，然后我为了就是我们一开始练舞，平常练舞都是穿球鞋嘛，就是穿运动鞋，然后所以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然后要甩头的时候啊，下去甩没有问题，然后一站上来那一刻大家都差点跌死，所有人都差点跌死，所以后来啊就是我还为了就是那阵子还蛮多表演嘛，然后那阵子就为了要适应小橘的高跟鞋，然后每天去练习的时候就是第一件事情去拿高跟鞋，然后开始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因为你不可能说把小橘的鞋子还要再带回家嘛，而且我在家里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练，会吵死别人吧，所以我就是专程一直去公司，然后一直穿着高跟鞋练习，然后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跳舞嘛，然后游泳之前不是有个踢腿的动作嘛，就是这样子踢起来的动作，然后那个动作让我啊每一次练习的时候就是都差点摔死，所以我就只好一直重练，然后我最近发现我小橘前面鞋子前面已经脱皮了，被我磨到破，直接被我磨到破，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是应该要去买一双差不多的高跟鞋来练，因为那毕竟是制服，天哪，对啊，服装师都快哭了，天哪，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其实常常在你们如果真的很仔细看成员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单的选拔，其实他们的鞋子前面也都磨破了，就大家真的都很认真，真的是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练习。鞋子换掉要怎么换新？没有，应该是没办法换新。可是，就我们应该，如果之后还要练习的话，我应该会再去买一双高跟鞋，就是买一双跟的高度跟粗度差不多的高跟鞋来练习。真的，大家都超认真，隔壁也在打咯，就吵回去，不行啦，楼上还是有住人哦。刚刚洗车不小心弄香车，我心境跟你一样。哦，慧香，慧香，你怎么把车刮到了？天哪！我记得慧香的车很漂亮。慧香的车是进站吗？还是？鞋子磨破就用笔涂一涂，假装没破。喂，真的很认真的跳舞哎。而且我真的觉得游泳之前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像脱缰野马，很像脱缰野马的盘盘。超 rock， 洗车的时候踹到我车，啊，好伤心哦！我骑 mini 好小台哦。我记得以前打工啊，有员工旅游，然后那时候跟一个上司比较好，然后是他骑 mini 载我，就是他的存在有点像我另外一个妈妈吗？就在工作上啊，很照顾我，很像妈妈。然后他就。骑 mini 载我，那我觉得 mini 好小台哦，真的好小台哦，很小台，可是很可爱，就是女生骑起来就是一个超级的可爱的画面，真的很可爱。我看仓鼠的鞋子应该坏，对啊，仓鼠真的很认真呢，仓鼠认真是连见面会、握手会，他在休息时候都在跳舞。对啊，毕竟要靠麦克风 KO 其他成员，怎么那么激烈？什么 KO 其他成员？哪有？我没有。隔壁打捞吧放 BGM 好。哎，我觉得我有帮他放 BGM， 因为我很常在这边练那个就是绿草地上的奇迹，
因为练唱都在这里练啊，这边只有一个人，这里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我觉得他应该听腻了，所以现在应该问谁？现在没喊喂，爱死坏，打工也有员工旅游，为什么我只有梦游？因为那个该怎么说？那个部门，我们这个部门比较特别吧。那时候打工，我们这个部门比较特别一点，业绩特高的那种感觉。应该是这样吧，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想唱什么？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啊，我都知道哦，惠山。隔壁会不会哪天经过你门前，然后唱着绿草地？对，你会不会就是听到我在唱绿草地，就哎，这一间是住成员这样。所以是因为潘怡让业绩上升嘛？哦。有，我那时候业绩应该算不错，在新人里面业绩算不错。带你长发及腰，嫁我可好？不错，长发及腰耶，还蛮久的，现在才长到这里呢。我腰在这里，还有一段时间，好久。你们觉得这长度好看吗？隔壁如果放绿草地，我大声跟唱可以。白前辈你，白起你，白起你，没有没。好看真的吗？好看吗？说啥呗，真的。好长啊，头发好长，有点不习惯。这长度是好看的吗？真的很喜欢剪到这一段耶，就是这么短，看一下，差不多这样吧，差不多这个长度吧，差不多这个长度，还是这样太短。心狠下去就剪了，可是还要预约啦，还是要预约，而且还要先报备一下，先报备一下头发要剪这件事情。最近应该是不会剪啦，因为最近宣传期，所以应该是不太会去动头发。阿潘是不是也知道我被仓鼠抓了两次滴滴？我知道，我想我什么都知道哦。谢卡丘送的枫叶，卡丘有空了吗？卡丘等等，好像要研讨会对不对？我还没参加过研讨会耶，天哪！我大学人生应该要更精彩一点。下礼拜，我要拍毕业照嘞，再给你们看，我要穿学士服了，好快哦，好快哦！我怎么觉得宋大雄一眨眼就要毕业了？我研讨会是五月，刚刚在找民宿哦。卡丘加油，加油！我要毕业明年六月。我觉得最棒的社团是回宿舍。笑不好，阿潘大三啦，大三，阿潘三下了。明年就今年下半年就升大四，明年毕业。研讨会饭店特价一晚3000，你好想订？饭店一晚3000，我不太知道饭店的价钱应该在哪里。怎么？我不太知道价钱应该在哪里。我好少住外面，我都没概念。谢耿平送的枫叶研讨会，阿潘去一次应该就不会想去了。真的吗？最近我们教授，我有一堂还蛮喜欢的课，那个就是晚上的课，然后教授是系主任，可是他最近去研讨会，就都去出差了，所以就停课，有点伤心。虽然他讲的内容都有点太难，大家都神游，我有时候也会神游。打到手了，痛！去听听演讲蛮不错。前几天去抽血，然后护士站抽这里，
呀，痛到爆！这里他抽血，但抽这里耶，我能说些什么？我要从那里吐槽起。他其实也有抽这里，他其实也有抽这里。一开始是先抽这里吧，这里就是这里我好像没那么严重，可是他一开始抽这里，然后说我的血流不太出来，就是抽血不都是就是你会看到针筒里面会有血出来吗？好，如果会怕的人先不要听这一段。然后总之抽血基本上就是你会一直看到血跑出来，可是我的血是他抽了一点点，就是一开始一拉的时候是有血的，然后后来就出不来，就是他就卡在那个管子里面，就卡在管子，他就没有在血就没有再出来了，就是他怎么重新抽那个空气都没有用，然后他就只好把针拔出来，然后又重新抽。他想说可能抽这边比较好抽，因为我的血管其实是不用找啦，他找超快的，因为我血管就是放在下面，然后让他静脉曲张一下就全部都出来了，而且是超级无敌大爆筋的那种，所以基本我的手是那真的那种大爆筋的那种，所以他找血管就是真的三秒钟。像我现在放在下面啊，现在放在下面，我让他静脉曲张一下。让它曲张一下，这是有原理的。好，总而言之，现在血管就冒出来了，这边血管就冒出来，这边有几条嘛，就很明显。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抽抽看手背，可能血液循环那个速度比较快。可是殊不知，我是一个一年四季里面，大概冬天四个月，我会整整四个月，其实我的手指都是紫色的，就是我的指甲其实都是紫色的那种状态。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天生吧，我是天生就是手指有整整一年当中会有整整四个月都是紫色的人，所以他没有想到抽这边也没有用，他是一开始再来是抽这边吧，就抽这边，然后抽这边，他就后来就抽这个 OK 很严重这边，他抽这边，然后就也是抽不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有点晕针了，就已经有点晕过去了，对，然后后来就再找了一个护士，然后帮我抽这边，然后听说后来，因为我后来就直接晕过去了，然后那个护士在帮我抽的时候，然后他是用挤的，他用手推耶，听说他就一直推，狂推，猛推，狂推，猛推才出来，所以我的手上现在很多 OK， 隔壁手也是啊。隔壁手背也有一个针孔，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晕过去。他到底抽了几针？这边也有，他两只手都抽，然后要抽两管，然后抽不够。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起。你的血有这么难抽？我被抽了不知道几个孔哎、欸，五个还六个针孔、欸、我手上全部都是孔，我都快哭了。不是痛哭的，而且就是。真的抽血要好好学好吗？因为我有学过抽虾血、抽鱼血，我都说你针插进去之后，你就算要接管子，你也不要把针就丢在那边，它就针头进去之后，它就这样子放在那边呢，它就放着，它手直接放开，然后针就在那边抖抖抖，然后它去找别人，它去找它的管子，然后我瞬间想到，你不是应该要先拿好吗？超想吐槽它，真的想吐槽它。我是血流速度慢，对，我血流速度很慢，所以我心跳很快。我心跳好像，我看一下，不是这只，我不知道放在哪了、欸。最近因为之前有血压问题，所以就比较常去量血压。然后我血压就是偏低，而且是爆低的那种，所以我心跳的基础好像都是九十几吧。我基础心跳好像就是九十七、九十几，快一百，所以。那个就是血流速度之慢的，消失一下挂机，好的，会相挂机。两个护士谈过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我巨尴尬，我真的很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是我在学校抽都抽很快啊，我在学校健康检查的时候，他抽血就是咻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我完全不懂为什么那天抽血可以抽这么久。
故事症吗？没有印象哎，那时候没有什么时间注意这件事情，平常都会跟护士聊天啦，可是那天好像没什么力气，对。不然阿帆自己抽交给他们好了，我去学一下人体抽血，我自己抽可能都快一点。虾如果抽太慢的话，血会干掉，你们知道吗？虽然我第一次抽就失败，可是大概知道秘诀在哪里。我血很难抽，我不知道为什么。吃香菜促进血液循环，你们乱讲话。我记得都要晕了，怎么会注意护士？对啊，我都要晕了，我怎么会注意护士？我都晕了，大家，我都晕了，被抽血抽晕了。对啊，需要 CPR 时可以找琪琪。好的，小型哺乳类我还蛮小型的，我心跳很快，我基础心跳非常快。需要让阿潘心动很难，没有，如果要让阿潘心动的话，可能就会进医院。可能会，阿潘如果叫 doki doki 的话，可能会进医院哦。我一天练习就是心跳太快，一直降不下来，我就只好坐在旁边休息，因为真的太快，会没有办法行动。真的，我如果出去被警察看到那么多孔，弄得我被怀疑怎么办？做什么坏事？不是，如果我要抖机抖机，就是心动太快，心动要进医院。现在还好，现在还好啊，不能太嗨。吃香菜真的会促进血液循环，真的、真的，我不要。现在是没有心动，有啦，有 heartbeat 好吗 ？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然后放那个，没事，最近听太多歌。阿潘家族有高血压史，有。有，我爸爸、我叔叔、我阿公都有高血压，阿妈好像也有，大家都有高血压。可是我血压是过低，我跟我全家人都不一样，我血压是过低，而且是低到进医院哦。喝咖啡不会心悸吗？我不太知道心悸是什么感觉，心悸是啥？没有体验过，心悸是啥感觉啊？喝咖啡不会怎样啊，我国中的时候很常喝咖啡耶，只是现在喝腻就不想喝了。你们说好道理哦，突然好想喝咖啡哦，我那边有咖啡，那边有绿挂式咖啡，突然好想泡一杯咖啡来喝。咖啡别常喝，没问题，血压问题其实多运动可以改善很多。重点就是这个，我明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在减肥，我很常运动耶。我家人最傻眼，就是我现在很常运动，然后血反而变得难抽，这是一件很 amazing。 一杯咖啡的时间不用了，一杯咖啡的时间等一个人咖啡，很帅，赖雅妍好帅。曾经跑步完后心跳停不下来，心跳变超快，感觉快抓起来，是吗？是那个感觉吗？那心率不整呢？不是有很多心开头的疾病吗？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分呢。很常运动不代表血液循环好，真的吗？不是吗？三类白读了，笑不好。不常运动只有体育课会运动，我以前也是这样啊，但现在不会啊，现在会自己另外去运动，而且还蛮长的。真的啊，不一定。so good。咦？小晴不聊阿潘是为了阿潘身体，对，有运动多吃一点，有偶尔多吃。心率突然不整，有哎，我有过心率突然不整。前几天我去抽血，就是因为突然发烧，可是我没有感冒。你们怎么看都不觉得我像是一个感冒人，对不对？我也不觉得我感冒，我完全没有任何感冒症状，然后我突然发烧，我整个黑人问号，医生说你在发烧，我说，你说啥？然后就被丢去抽血了，我就黑人问号，黑人问号。K
看到阿潘都心跳加速、心率不整，不要心率不整 ，doki doki 就好，不要心率不整，不可以。约会的草地我会怕、欸，你说 doki doki 过头吗？我要这样子一直看着你，你们来约会，然后我就要这样子。两分钟都不讲话，我就要这样子看着你。五 M S 啊，阿潘问号，这是阿潘问号，阿潘问号，可以做那个表情符号，你看我很适合吧？很适合做成那个阿潘表情包，这样心脏会停止动，可以退款？什么退款？哪里可怕？这样放弃我神仙去找航航，为什么？一桌四个人眼神不知道飘来飘去，决斗两分钟，你说那个妈看着你。看着你，也会去不了。为什么好发飙？我怎么去不了？没有，我是说你会不会发烧感冒，自己也不知道。不会啊，感冒很明显吧？感冒症状很明显啊。可是我也没有感冒，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烧了。医生其实是说看到要怕让自己发烧，真的吗？这么害羞。我其实只是因为诗雅要买13部，顺便遇到你而已。真的吗？真的吗？那如果我在2部，你就不会买了吗？还是其实你4部都有去，小宝？我有点担心多人优惠的活动，两分钟可能什么都没说到就没了呗。有我在，你们会担心两分钟内聊不到天吗？你们真的会担心吗？你们来跟我握过手的人，你们真的会担心这个问题吗？Seriously? 77跟01在2部、哦、你的三个推总是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毕竟1对4，担心为什么只集中一个人聊天，担心潘怡太多话，好安静，给你们开话题。这样说我买几部都买都买，这样我很担心，真的吗？4部都抢8000块，挺昂贵的。是明天抢票吗？是明天抢票吗？可是我觉得这种形式还蛮好玩的。我以前有。这种活动还真的没有经历过，哎，感觉还蛮好玩的。明天抢票，明天抢票，加油加油！抢到票跟我讲哦，抢到票跟我讲哦。话说抢票，说到抢票就想到 Marvel 演唱会还没抢票，怎么办？我好担心我抢不到哦，我会哭出来。叫一堆人帮我抢票，马上打电话扣朋友。我觉得抢票的前几个礼拜，我就一直找朋友讲说，拜托你帮我抢票，帮我抢票，帮我抢票，然后四处找人。不知道明天有没有空闲可以抢票，加油，抢起来！睡过头没抢到，就可以把钱都拿去花莲玩。喂，啊花莲呢、欸？不知道有没有灾情？我刚后来就又回去补眠了。那天确定有空，我也不晓得，可是真的很想要抢。留钱跟阿潘抢妈妈演唱会，不要跟我抢，吉拉桑，不可以跟我抢。只能买一场，一场就大概极限了。那你是哪要来看我吗？你是要买有我的那一场吗？要买有我的那一场哦，知道吗？好兴奋哦，感觉很好玩呐、啊，我觉得感觉很好玩。而且不像握手会的时间这么短，我们可以聊很多很多，哎、欸，而且如果就是
就是像跟我同组，如果跟我同组的成员就是跟我很熟的，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爆很多话题耶。我要抢，我也要准备话题，怎么办？好紧张哦！还是那个，如果是 MC 也身上别个什么，身上别个什么，让我知道你是 MC， 然后你来的时候我就可以针对你，我觉得嘿，就可以给你欢 service。活动时间跟我研讨会时间很接近，因为我从花莲冲回台北嘛。安全最重要，如果你身体负荷得了就好。如果真的有重要的事情什么，没关系，就是，对，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啦。抢妈妈票去看别人，你要去看谁？月月。抢妈妈票就要看妈妈，知道吗？除非你是要看亲妈妈，那可以。我喜欢偷袭上可以看仔细一点，还有 Kimura 上可以看仔细一点，可是一定要是认真看妈妈才可以抢票，知道吗？活动不是一桌一个成员对四个粉丝吗？哎，不是吧，不是吧。是一个成员对四位粉丝吧？看01不可以，不可以，哎，这样子很那个哎，我很难过哎，就是，那么，他是遵守他的约定，然后难得来一次台湾，我们所有妈妈饭都是，就是有种必死的决心去抢票，就是为了要见上他的一面。虽然你们也是想看我跟泪姬，可是那天我们怎么说都是 off 状态啊，就是我也要看妈妈，不可以来看阿凯，结果三个人带 MC 的话怎么办？天，一对要怎么办？嘿，你们好，我要想一下对策，我也要想一下，我虽然有可能 pass， 如果不小心买了票，应该会是买阿凡场。要买阿凡场，我只想看看你，不可以要看要看妈妈，要买妈妈票就要看妈妈，买阿潘的票才是看阿潘，是不一样的哦。我会带生香菜，不行吧？身上带吃的好奇怪，如果尴尬的话，赶快跟隔壁成员聊天。对。我绝对不会带 MC 相关。为什么，柔君？那你要带鸡排吗？你是带着鸡排，身上带鸡排还太香了吧？然后我不想跟你聊天，因为太香了，走开，超气，送客送，带来应援的，有个好笑，相亲活动可以带钻石什么东西？我也不会带，那你们要带什么？我们可以带，我想想看，那什么可以让我一秒就知道你们是 MC 呀？不然身上有个，可是这样有可能也会跟人家重叠，怎么办？我想一下。好难想哦，什么阿潘，什么阿潘崩照，你吧，看到我一秒就说不是严世元，你是，啊，我知道了，不然大家都去买那个，大家都去买那个绿色的发圈。也会有男生把发圈戴在手上吧，就是像橡皮筋那样子的发圈，会吗？男生戴那个会不会很怪？就是那种10块钱，因为就是不想让你们多花钱，就是你们可以去买绿色的那种小发圈，10块钱那种，然后放在手上，带马上哥去给你打个一轮，说什么？
我可以带来了大趴去强迫吗？去啊，带来带来。可是你要带谁的？我考虑一下，我想知道你有谁的，我也想看啊。可是，罗尔的耳朵是蓝色的，我买这个。Andy 会戴耳朵吗？有点羞耻哎。我刚刚在上课，等一下也还有课，真呆，打个招呼。新一好辛苦哦，新一加油，新一加油。还是带小火锅过去，大家一起吃。好哎，班长。如果我有抢到票的话，好，我想带尤哈呢，尤哈呢，我喜欢尤哈呢，我好喜欢尤哈呢，带尤哈呢，你是能带尤哈呢。南米狗球场也很多人带猴子耳朵是没错啦，可是要带来约会的话，大家要穿帅帅的，嘿嘿嘿。不然带这个，对啊，因为讲到那个耳朵。阿基拉上骑车小心，骑车要小心哦，要小心，知道吗？要小心。我带一副扑克牌去玩心脏病，不可以跟阿潘玩心脏病。我跟你们说，我超不会玩心脏病，因为我反应很慢，所以我心脏病从来没有赢过，我都是最输的那个。怎么突然戴起帽了？因为看到他在旁边，然后突然讲到耳朵，然后就戴起来了，很顺手吧？我戴在头上进场，遇到柏林大喊 Sugar 是我老婆，可以。那我当被你打的那个，放心，会让你只想打你手什么东西。玩 Uno， 我没玩过 Uno 怎么玩？我还没玩过 Uno 哎，我还没玩过 Uno。你阿派喜欢尤哈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哈娜马鲁。我带一本《水产概论》去问你，问你不要不要，水概是大一的，不要，不要这样对我，不要这样对我。我现在都还记不起来去年学的东西，想不起来，那学名太难记，不要再对我，不要不要带水盖，不要不要，我忘记怎么做鱼油了，不要问我。LLSS 就是推约翰尼，约翰尼很可爱，よしこじゃない，约翰尼だよ。玩 Uno 好像不错。教我玩 Uno， 我没有玩过 Uno。哎，对，你们会希望我跟谁直播吗？我觉得联播好好玩哦。你们喜欢我跟别人联播吗？两分钟内吗？你说两分钟内教我怎么玩 Uno 吗？教教看呢、啊。雨露面面，雨露面面，哎，我去雨露直播会不会画面成大失控啊？两个怪人，雨露跟面面，面面的话感觉分贝量会大爆炸哎、欸，反正都你在说话，什么东西？雨露让雨露安定点好了，记得叫他带剪刀，好笑，我快要不住这里了，我想要叫成员来我家玩。你张雨，请雨露跟涵涵一起联播。应该蛮好玩的。零一让他嗨一点，零一吗？我们会不会两个小时都在讲妈妈？他平常就一直在妈妈，这样子逮就不吗？去宿舍玩呐、啊，都好。化学变化是很神奇的，两个主持风格的，两个拍一开播，说我跟 Mina 吗？我跟 Mina 吗？我问看 Mina， 我可以问看 Mina， 我问看 Mina 跟面面还有雨露，我问看好了。
找诗雅，找诗雅吗？这么突然，去哪里？一个偷吃，一个正大光明吃什么东西？我，正大光明吃我。想你的女神林姐，不敢，我不敢啦，不要这样。然后我知道我前几天我坐沙发，我坐在他旁边，然后我想说啊，我坐女王旁边哎，然后他说够了，太多了。平常要啊，平常好忙哦，平常好忙哦，我觉得平常超忙的。找诗雅回到你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不能户外直播啦喂。得罪过名单里面挑一个就好，什么东西？好，我来播点别的歌好了。播点别的歌。我要播一些老歌，小宝。台语歌单哦，我编辑好再丢出去。啊，回办公室吗？船长拜拜。唱起来笑爆！我不会唱啊，我其实没有练过哎。对红的，我不会啦。我唱副歌就好，好好笑。我觉得好好听啊，我真的觉得这首很耐听，好不好？还有另外一首耐听，我等一下要放另外一首给你们听。我前阵子听到才发现，我怎么还记得，超好笑。要来咯。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压。烟气啦，莫讲遐尼大声对我讲话。乱乱乱，女人的心豆腐多，为你破嘴饮油沾马味。猫人哦，然后一个这个框架打破框架，栗子唱这首也不错。对，哎，我跟栗子播会不会大爆屏？我只会唱副歌啦。去听谢金燕的台语歌，谢金燕有一首歌我很喜欢，是那个台语歌。我找一下，我记得我放在歌单里面。月弯弯叫月弯弯，那首是那个乡土剧的片尾曲，然后那首很好听。为什么栗子的台语比韩寒好那么多？就是后天的吧，因为那个栗子都听台语歌吧。跟一家直播连播，好啊！月弯弯听了会哭爆，为什么？想起乡土剧的剧情吗？对对对，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烦烦烦烦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压。烟气啦，莫讲遐尼大声对我讲话。啊，乱乱乱，女人的心豆腐多，为你破
雨水任由沾地位。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啊，烦烦烦烦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酒来熬。烟去啦，莫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啊，乱乱乱如恁的心头好多，为你破碎恁又占地位。好好好台哦，好台哦，好台哦，好台哦！来宾请掌声鼓励，好台，好台哦，好台哦！好，我放另外一首我喜欢的歌，我走下。你们会笑哦，你们一定会笑，我超喜欢这首的。请笑。在猫晚上台语歌第一个，对不对？哈哈哈哈哈！台语组成员是我是。阿胖跟 Aki 有什么共同话题？鸡排吧，满满的鸡排吧。想要跟你，想要跟你来跳恰恰恰，不知你是，不知你是走去倒位去，忍落去，忍落去，唔通落去，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手捧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等到明天。可惜身边的人，不是你。我不要摇什么，不要摇，它的间奏超长的。我跟你们说，这首为什么我会记得这首歌？明明这首其实应该不会是我年代的歌，为什么会记得？很认真哦，因为我小时候。三年级的那个音乐课吧，然后音乐课的时候，老师啊都会开那个，他都会开那个 KTV 的那个程式吗？程式。然后那时候每个人的作业就是要唱，要在全班面前唱一首你喜欢的歌，然后那个系统一开啊，都会先放这首。系统一开起来，预设就是这一首歌，所以这首歌我听了一整年，听到不想听，然后就记起来，然后最近我爸在放的时候，我就哎，我这首我会，哎呦，知道爱情的骗子啊，门里是中文还是台语？老师强推的，不是三单，不会是三单好吗？手也要摆动才专业，不要，我不是那个年代的。谢谢月月送我掌声鼓励，他放不入，不要，不要，表示你以前学过，没有听到会唱，我是听到会唱，好笑，这首真的是怀旧系列。阿胖，我去吃饭，好哦，本人春天要吃饱饱。我等一下下播之后也要去吃晚餐了，笑死，很怀旧好不好？我在吃大汉堡挂包，哎，挂包好吃啊！走去倒位去，啊，忍落去，忍落去，唔通流开，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手捧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长到明天，可惜身边的人。不要拉栗子壮胆，放，保证你放很开，可以。
割包、刮包，是那个吧？一个叉叉在一个刀部吧？是一个叉叉在一个刀部吧？那个字念挂不是吗？好好好，真的好台哦！怎么这么台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听的？哎，我很喜欢台语歌，还有这个。超喜欢萧煌奇老师的歌。挂国语念义，是念义吗？来宾请掌声鼓励。小胖，是来宾请掌声鼓励。谢谢傅伟送的金曲歌手选票。香蕉歌我不会唱香蕉歌哎、欸，我不会唱香蕉歌。可是其实这首 key 也太低，我也不会。阿潘要去唱红包场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其实我不太知道红包场是什么。我想到吴宗宪在2013金曲唱歌，唱好多台语金曲，真的很好听。其实我觉得台语歌真的很耐听耶。牛肉肠到底是什么啊？我从小也是很常听到这个东西，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个 key 太低了啦。不太会唱。已经有解答，我的心内有针被划线无声。原来那爱是个无卡纸，没有听到这个，懂台语的人都会笑。只要听到卡纸，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花朵，你是我。花，你是那吗？我会跳，我超会跳的。啊，剪刀石头布。啊，输了。不要知道牛肉肠比较好，好，好，我不要知道。阿潘知道香蕉各两个版，我不知道。还有吧？为什么？因为会想到那个啊，会卡的。听到卡座，他就会想到卡座。500的歌我知道啊，你是我花朵。我怎么会跳哎？我都买了500了，我跟你说。我只要跨年场有500老师的场，我绝对会听。然后我就会跟我哥在电视机前面，然后蹦啊蹦一样，赶快听。我联想力很高啊，可能是我那个吧，我爸妈讲的，从小啦，就是我忘记从哪一首歌开始，就我爸突然讲了摩卡抓，然后我就一直笑一直笑，然后从那之后我只要听到摩卡抓，我就想摩卡抓。今年跨年想看你们表演，我也想表演，我想跟大家一起，我想跟大家一起跨年。我很少跟别人有一起跨年的经验哎，我真的很少。我只有大学跟朋友们跨过一次年，就是在朋友家大家一起吃火锅，然后一起跨年。可是我还没有，就是我只有。那一次跨年的经验，其他都是在家里或者是跟家人一起跨年，就是开车出去沿路看烟火这样。所以我几乎没有跨年的经验呢，几乎没有哎，好想跨年哦。对啊，AKB48 第一首台语歌是要交给我跟李佳丽好不好？请交给我们两个。谢谢傅伟送的枫叶。基本上没跨过年，我去101跨年两次，这种城市我竟然做了两次，因为101很多人吧，
我不敢呢、欸，我怕我回不了家，我觉得我会被人潮挤走。他想要去跨年呢，他想要去跨年呢，现在才还不到年终就在说年末的事，怎么回事啊？谢谢傅伟送的澎湃灯，我在家就听得到跨年演唱会，真的，连续两年都陪五月天。还有什么我会唱的？看一下哦，来播一下中文歌好了，我看一下有什么歌我会唱的。我的中文的那个歌单也还没分享出去，因为我还在编辑。我的中文歌单都是一直就是比较以前一点的歌。有什么歌啊？我找一下。你们有想听什么吗？暧昧吗？会哪里去？你的歌单我只能看不能听啊！飞镖不难过。啊，有一首歌是我妈妈以前的手机铃声。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好怀念哦。我活了，我爱了，我都不管了，心爱到疯了，恨到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好久没有唱这首，我都不记得这首歌是不是这样唱的，好好笑。我以为今天是台语歌频道，如果你们要台语歌，我也可以转回去哦。谢谢郑红送的阳光，还有安迪尔送的枫叶，还有小爱送的掌声鼓励，是梁静茹的崇拜。崇拜，叫做崇拜的一首歌，我要台语频道。好，等一下听完这首歌就改回台语歌，笑爆。然后对崇拜，然后那个叫啥，哦，就是因为这个礼拜期中周，所以其实我上礼拜直播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这个礼拜的前三名制度会先取消，或者是我可以用唱歌的方式补给你们也可以。台语频道比较有趣，好，等一下，好笑，等一下就那个，等一下就改回台语。啊，然后我特别喜欢老歌，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草蜢的歌，我最喜欢听草蜢的歌了。草蜢的歌我每一首，然后都会一直就是很想跳舞，你知道吗？草蜢的歌就是听到然后会
一直很嗨。潘潘的台语电台好，曹孟很棒，好不好？阿潘喜欢老歌，可以预期，真的吗？我找一下，应该会有曹孟的吧？我觉得啊，我觉得最厉害就是。KKBOX 最厉害就是他很多很老的歌都有，就是前几天我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刘文正，然后我妈妈就问说该不会连刘文正的歌都有吧，然后我就找给他听了。对，宝贝对不起，我错了，宝贝对不起。很可爱，草蜢歌都很可爱好不好？还有这个啊，忘情森巴舞，我好老，可是我很喜欢草蜢，我都听到草蜢歌就很嗨，心情会很好。大家有喜欢的老歌吗？有喜欢的老歌吗？搞不好我们都喜欢一样的老歌，我跟嘉莉喜欢的老歌好像是不同类型的。因为我都是听嗨歌，我这不管是老歌还是现在歌，我都喜欢听嗨歌，跟着感觉走很好听。青苹果乐园，小虎队那个，之前平衡他们有去上超级同学会，就是教歌主持的超级同学会，还有那个阿亮哥主持的超级同学会，然后里面就是之前都是小虎，哎，是小虎队吧？是吧？是小虎队。然后就是卡斯都是小虎队，然后就哦，最老直到任贤齐。我们踢，我会唱。啊，来喽！我爸很懂我，他都是在开车的时候，然后会放草蜢给我听，我觉得心情很好。嗨 Jack， 我是老听到 Simon and， 真的吗？我英文的老歌比较少听，就中文跟台语老歌还蛮常听的。我爸也爱听草蜢，草蜢很棒，草蜢超棒，要听草蜢知道吗？特选草蜢，我的中文歌单应该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里面还有像我特别喜欢韦礼安，然后还有就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选秀节目，那阵子不是有快乐帮、星光帮、超偶，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个很多很多的选秀节目，像我以前会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就。以前就知道子虹老师也是因为有看选秀节目，然后以前像我特别喜欢就是像周定伟啊，然后梁文音啊，梁文音其实是我哥哥比较喜欢，然后还有像徐佳莹啊，然后韦礼安啊等等的，很多很多关注的歌手，手棒掌，很懂都知道，我很懂好不好，开什么玩笑，很懂，我以前就是都看那个阿潘提到的星光二班，星光二班很棒，可是最喜欢果然还是星光一班，就是那个羁绊的感觉，第一届第二届后面不是还有那个吗，我妈妈很喜欢孙自佑，很喜欢孙自佑，然后我很喜欢后面他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有点忘记了，有一个选手我每次都会听他，就是那时候不太看电视了，可是只要他出场我就会锁定电视。我找一下，我记得啊，我想起来应该是这个名字，
林心如，星光帮这是第几？啊，已经是华人星光大道的，就是华人星光大道的时代，他是第二届的总冠军，是林心如，我很喜欢他的声音。曾沛慈，哦，我知道，曾沛慈我很喜欢。曾沛慈不是后来就是，他那时候就是。他在星光帮里面，我记得最有名的一首歌好像是那个《火柴天堂》，对不对？是叫《火柴天堂》吗？《火柴天堂》，然后那首歌就是真的有打动到我。后来他就我出来之后就去演《终极系列》，可是因为《终极系列》我没怎么看，对，《终极系列》我没怎么看，这 BGM 也太老，还行吧，曹鹏很棒啊，不觉得吗？特别喜欢草蜢，然后萧敬腾、杨宗纬，真的好怀念。我前阵子还要把那个萧敬腾老师他以前比赛的影片，我还要把它找出来。就以前 PK 那个《新不了情》，真的是哦，一听再听，经典。草蜢多少年前我也不知道。好怀念哦，瑞婷大概都不知道星光帮的事，对，年代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很喜欢看他们 PK， 对，看到 PK 赛就会很兴奋，你知道吗？然后就会开始想，不要把周定伟淘汰掉，因为我很喜欢周定伟，真的很喜欢周定伟。然后中文的话，我想一下还有谁，特别就喜欢韦礼安吧。韦礼安之前也有来我们学校。就是演唱会，应该圣诞演唱会，然后那时候韦礼安真的现场唱好多好多首经典歌曲，真的很喜欢他的现场。草蜢跟 Beyond 谁比较少，谁比较老，我也不知道哎、欸，他都是一代神曲哎、欸、，Beyond 就是那个一定就是海阔天空，上次有听小晴他们唱。我不敢唱，那真的是神曲，真的是神曲中的神曲。草蜢应该有20年以上，应该有哦。通灵少女才喜欢上千娜，不管什么时候入坑都可以吧？千娜，李千娜，我是什么时候入坑的？其实他在星光帮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知道这个人了耶。后来我记得是有一出那个。偶像剧，他有主演一出偶像剧，然后我有看，我可能要找一下。李千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小的时候偶像是瑶瑶，瑶瑶好可爱。热海恋歌不是热海恋歌，哎、欸，不是热海恋歌，另外一个卡达恰。你们是说那个吗？那个以前在星光帮里面唱卡达恰那个吗？星光帮唱卡达恰，我想得起脸呢、欸，脑袋里面有脸呢、欸。他后来是不是在客家台发展？卡达恰，安博正啦，他后来还有演乡土剧，对不对？我有看，对《美味的想念》，《美味的想念》很好看，我很喜欢看《美味的想念》，那时候每一集都有看呢。找一下《美味想念》的歌，不应该勇敢这首。啊，好怀念哦！加进去，感谢你们提醒了我，还有什么中文歌可以听。这首超好听，这首是苏盈芝的《不应该勇敢》。这阵子很喜欢看华剧，哎，可是现在就是身边就没有电视，所以很少看华剧。说好的台语台，好，你们等下推荐我还有什么台语歌？林宥嘉的歌后来也很好听，对。有吧，有演吧，女主角不是吗？
我记得他的片尾是一盘炒饭，大家去吃那盘炒饭，好像是。我传给你韩剧，你有看到吗？有哦，我最近快要把我韩剧追完。啊，真的头很痛哎！我在追一出韩剧，叫做会读心术的那小子，那是肉肉推荐给我的。然后那一出韩剧是比较偏推理悬疑一下，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动脑，结果这几集播完之后啊，就这礼拜更新的那两集播完之后，我脑袋里面就一直推理，我觉得线索在有接在一起，因为剩两三集就要结局了，结果我脑袋里面推理出来的结果让我整个人心情非常的不好。就是我推理出来的结果让我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我就是最坏的打算，想到最坏的结果，可是我不知道，当然不知道剧情会不会那样演，然后我也想说可能上去 PTT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讨论，就发现没有人在讨论剧情，就是不是没有人在讨论剧情，是大家都没有推理的意思，都没有要一起推理的意思，然后我就可恶推理，就是我想要跟人家证实我的推理，可是我又怕剧透别人，因为我不知道肉肉有没有追到呢，或者是肉肉也不喜欢推理，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推理，我可能之后再找他聊，我整个被他推坑欸，很讨厌。对，有推理成分，对，推理剧情，因为他的主轴是找一个犯人，就是从第一集就一直存在的一个凶手，他整个故事的主轴就是在找这一个凶手，然后会围绕故事会围绕着这个凶手，然后抽丝剥茧讲主角群们各个的故事，然后反正我现在推理出来真的是让我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又没有办法找别人证实这个推理。其实他不太需要动脑，因为他都会告诉你，只是我忍不住去推理。三年 A 班是偏推理的吗？我还没有追耶。我最近还有看另外一个，最近想要把一出动漫补完，就是关于我转世成为史莱姆那回事，好好看哦。最近在看《恶作剧之吻》，《恶作剧之吻》好怀旧哦，当年也好喜欢看，真的很喜欢看。三年 A 班一定要去看，好，是偏生存游戏吗？三年 A 班，因为大家不是说，就是我记得它剧名是《大家都是人质》。《进击的巨人》28号才播，《进击的巨人》要更新了，我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史莱姆超好看的，幼稚园在播的，上大学才看。恶作剧之吻太经典，请一定要看完。江直树真的棒，真的很虐，不完全，不算完全推理，我看的也不是完全推理像啊。一拳超人没崩，没有崩吗？你为了什么一个赞，很好看啊。虐爆萌王真的哎，那我觉得史莱姆好好看哦，就是好，我来推荐这出动漫。我其实是看漫画，就是有一天在滑漫画 APP， 然后就不然看到，我想说好啦，那我来看看好了，想说主角怎么会是一颗史莱姆黑人问号，结果我进去看，然后就整个剧情就屌屌了，因为别的穿越啊，就是可能都是后宫像，我对后宫像已经看到有点腻了，因为在我心中后宫像第一名永远就是约会大作战，我已经在约会大作战屌了很久了，屌在里面很久了，所以我就不想看其他的后宫像动漫，所以后来啊，像 ReZero 我也都没有看，然后现在有看史莱姆是因为他不是我想象中的后宫像。太萌了，真的太萌了！我对小猪菜一心一意，好笑。小猪菜好可爱哦。大家有比较推看小说还是看动画吗？
转身哥布林，转身哥布林好看吗？转身哥布林也是类似像的吗？盾之勇者成名路，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走向的吗？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走向吗？我不太看后宫番哦，不要推给我后宫番哦，我不看后宫番哦。是说阿潘播到几点？哎，阿潘播到六点而已，只剩十分钟。哎呦，我都快忘记阿潘有看回夜姬没有啊？我现在都在看直播，很少看动漫，我也很少看动漫了、欸。只是最近就是空闲下来的时间，想要看一些，就是我想要找一些新的娱乐。盾之勇者对矛之勇者，盾勇是反社会系，反社会系怎样？我很怕史莱姆买小说会破产，他已经连载很久了吗？史莱姆好好看哦，好好看哦，好可爱，终于有史莱姆了，史莱姆超可爱。可能是吧，嗯，就算看电视都是看电视剧，我看电视都是看，我通常都是看新闻耶，我都看公视的新闻比较多。史莱姆是哪部？关于我转世成为史莱姆那回事。毛勇是人生重更戏，好像有听过，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好，等一下我回来放那个台语歌。台语歌，我的台语歌在哪里？台语的部分。最后来放一首我从小在我爸车上听到烂掉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耐听，然后我不会唱，不要叫我唱，我还没有练，我没有练过，二姐的歌不敢随便乱唱啊。要一直提醒自己史莱姆30岁大叔，我不想提醒自己啊，我就觉得好可爱。美好世界加一嘲笑，美好世界吗？美好世界之前是不是跟某手游合作？我那时候有帮抽卡，可是都抽不到朋友要的。猜出来了！耶、yeah! ，这首很好听哎、欸，很好听哎、欸，《梦中的情话》超好听哎、欸，经典哎、欸。我觉得对《梦中的情话》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愿意进来看直播，想说这个人在做什么，长这样，然后放这个 BGM。未闻花名，我很久以前就看完，我看了2-3次吧，每次看都会哭，只要看到最后，你只给大恶，慢的的哟，先哭。内行，很内行吧，对吧？爸爸是内行的，是爸爸内行。我看起来很不适合台语歌，我觉得我看起来不适合啊，抽不到慧慧啊。欸，慧慧是光属的吗？我其实没有看那个美好世界，我只记得我帮人家抽到光属跟水属，然后火属那张就抽不到。每次都讲那句你就会哭哭吗？你不用讲我，你如果要我表演10秒哭可以啊，现在没有啦。说好不玩捉迷藏，不要考可怜我呀！要考可怜我呀！这首很好听哦，我应该要找栗子合唱榜中的前卫，对不对？我是大奖的慧慧，对，就是慧慧，抽不到慧慧。当然现在立刻马上可以啊！啊，水女很好啊，水属的很。那个很好用哎、欸，因为我是转猪苦手，然后我就转很久，转很久。前阵子哥哥去当兵，然后每天帮他玩，然后就转很苦手。然后后来越来越忙，我就不完全不理他了，完全没有登录。我在想看一下阿潘要讲台语还是国语，都可以啊，都可以，不天降，我不靠天降的。没有办法靠天降，我太飞了，记得吗？我很飞了，记得吗？为什么那个美好世界的那个啊？我知道，女神是我知道，是吧？我知道，我懂。我以为是 CF 是什么？我不知道。C
记得是什么？去讲日文，来啊！哎，这样还蛮厉害的。你要想想看，其实我自我介绍里面一直都有中文、日文跟台语，哎，不觉得很厉害吗？我每次都那个说到阿盘。说到家宇宙是说到阿盘做的事所以大家好大家好 konnichiwa 你看我每次都三声带超强对不对转身成魔戒刚刚有讲几个啊我想一下只是讲的不顺我跟你们说上次那个动漫节那个太过分了好不好那个动漫节都还才刚跳完而已，才刚跳完哦。那时候还在喘，因为还要唱歌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歌声，但我有唱，而且我唱蛮大声，就是我觉得自己唱的蛮大声的。然后唱完，然后跳完之后，你整个就是很喘的状态。然后你要缓下来讲 catchy phrase， 就是一件非常喘。所以看见先说안녕하세요，可以啊，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哦，说到神魔之塔，最近要跟圣斗士星矢合作了。你说燃烧你的小宇宙？好啊，那其实不是我年代的，我没有追。王念精微听完了耶！ Yeah! 所以有没有很想听阿盼的台语歌单？有没有？快敲完！日本語を喋りましょうね。喋っても大丈夫ですよ。簡単な会話だ。簡単な会話だけ。大家人有出新作品吗？刚刚还有，안녕하세요，然后就没了吗？啊，안녕하세요，저는조자입니다。잣다리입니다。잣다리입니다。但是 Apple 没有这一招，好的。直播中好 ，Hello 小盐巴。所以今天要播到六点而已，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明天的直播时间是晚上十点开始哦，晚上十点深夜台，明天是深夜台，然后注意哦，明天会教台语哦，明天一样是台语台哦，是教台语的部分哦，所以大家要来哦，可以来哦。就是上次我跟马油直播的时候有教他台语，那其实是从一篇朗读篇出来，那个是我人生第一篇朗读的篇目，所以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朗读篇目，分享一下那篇文章。阿潘台语小教室，对，台语比例又太少，太少了吗？真的假的？如果有入间同学入魔，一定追成长系。啊，然后那个刚刚啊，如果有就是有推荐的动漫，麻烦赶快去小盒子告诉我，不然我三秒钟之后就会忘记，我真的会忘记，我现在已经有忘记什么盾魔还是什么的盾魔吗？好，反正大家为了拯救金鱼脑喷喷，麻烦到我的 IG 告诉我那些动漫是什么，留言也可以。麻烦大家哦，日剧、韩剧、动漫都可以，就是我比较喜欢看没看过的类型，就是跟以前大家应该也是一路追过来，所以大概都知道什么叫创新，所以麻烦大家传一些比较创新、有趣的东西给我哦，耶 ！Kim 我看过了啦，有时候推荐你可以啊，可以推荐我，就是你如果就是希望我可以去看这部作品，然后我们可以聊的话 ，OK， 请推坑，期中考考完了，可以看动漫了，请推《盾之勇者》《矛之勇者》。好，《盾之勇者》《矛之勇者》，《盾之勇者》《矛之勇者》。《生之行》我看过了，韩剧看完，韩剧下礼拜才会更新，韩剧一个礼拜更新两集而已，要结局了，所以可以推了，请推，请继续推，谢谢。然后今天还是一样会念排名，可是排名奖励的话就可能会变成说，可能我推荐你们一首歌，或者是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这样子。嗯，想要哪一个都可以哦，就是我可以推荐给你们一首歌，然后加上我的小故事，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我唱歌给你们听，
可以去小盒子告诉我，然后我要来念排名啦。现在听的是张惠二姐的《咖喱蛋屌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有空还可以看一下《闪电十一人》星座，太多了，他到底完结了没啊？他还没完结吗？我觉得他的人太多了，真的。而且不知道啊，最近好像没有动力看《闪电十一人》哦，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后再问问看，可不可以跟就是。再问问看其他成员有没有空跟我联播好了。咖喱蛋屌屌，哎，蛋屌屌，嗯，我去写小盒子了。我也不看后宫戏的，我也不看后宫戏。我的后宫戏神作已经定在那了，《约会大作战》。请看《约会大作战》，真的好看。明天抢票，明天抢票，加油啊！抢票完晚上就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抢到票了，然后我来念排名。歌刚好结束了，可以念排名喽。约战我还没看过第三季，第三季我也只看了一点点开头，我还会找时间去把它补齐的。可是约会大作战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唯一出间隔那么久，然后我还愿意一直把它追完的动漫，我也不是每一个，就是每一出动漫都会乖乖追完欸，像是有一些偶像番，可能我到二期我也会弃坑欸，有点弃坑状态。抢到韩寒的场，欸，我呢？啊，狗多利，超喜欢狗多利，狗多利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可是我最喜欢的其实就多嘎。豆哥长，豆哥长，石香，非常喜欢石香。然后我来念一下排名喽。今天就要抽奖吗？还是抽一下好了。一下，看一下。嗯，钻石贡献榜。我喜欢右掌，我喜欢韩南麻的掌子的。然后来念一下排名，从十五名开始。今天的第十五名是耿平，谢谢耿平。第十四名是小哀，谢谢小哀。再来第十三名船长，谢谢船长，船长今天存在感很高呢。再来第十二名是百万神胎，谢谢百万神胎。再来第十一名是子阳，谢谢子阳，子阳，这次也要成为第一个看到我的人哦，子阳，上次握手子阳是第一个来握我的，我第一个握的手是子阳的，然后再来第十名是哦，这个名字很长，是飞镖，谢谢飞镖。再来第九名是季风亮，谢谢季风亮，我没有看过季风亮进房欸，恭喜你，以后也要来看我直播哦。再来第八名是郑红，谢谢郑红，谢谢你。然后再来第七名是柔君，谢谢柔君。再来第六名是汉汉，谢谢汉汉，今天 Mina 不在，小宝，没事，不会被抓到了，谢谢汉汉。再来第五名是土地公，谢谢土地公。再来第四名是牛排，哇牛排第四名超强，谢谢牛排。再来第三名是傅伟，哇等一下，傅伟大头贴是我哎，哇好胖哦，这是谁啊，好胖哦，各位观众太胖了吧，谁呼有没有看到阿潘瘦了，阿潘瘦了，各位观众阿潘瘦了，我要摆一样的姿势。阿潘真的瘦了，瘦太多了吧？一样的姿势，对不对？好好笑，变超瘦，这是什么两倍大脸呢？好好笑。再来第二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再来第一名是塔瓦哥，谢谢塔瓦哥。
谢谢他哥。月月第几名？嗯，对，月月呢？奇怪，为什么前十五名没有月月？月月是第十六名啊，为什么？还是我重刷一次？可能在念排名当中有重刷过，我再 check 一次哦。月月变成第八名了哎、欸，月月变成第八名了，然后慧香变成第十五名了。谢谢月月，谢谢慧香。然后现在一样要抽，就是四到十五名，四到十五名抽签的部分抽。抽签，四到十五名，啊，我知道了，今天的奖励改成你想听我唱中文、日文还是台语？中文、日文、台语挑一个，中文、日文、挑语、台语挑一个，这样还行吧？还行吧？现在的我用现在的名次抽哦，我用现在的名次。因为可能我刚刚念的时候有更新，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的，开抽。我抽到的是第七名，第七名是柔君，恭喜柔君，恭喜柔君。那么今天就是要请柔君还有傅维本神探跟塔瓦哥到我的小盒子告诉我你希望明天听到我唱台语、日文、中文哪一个，台语、日文、中文交给你们挑，然后我会随机，然后我会自己选择要唱什么歌，然后送给你们，再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来看我，明天晚上十点要来看哦，明天晚上十点阿班加内德，还有明天一定要记得抢5月19号绿草地上的奇迹约会，一定要去抢票，要来跟我约会。お願いします。好，大家一起去吃饭，吃饭了耶！ Yeah, 吃饭了。就是挑语言就好，你只要挑想听中文、日文还是台语就好。到我的小盒子告诉我，记得。拜拜，拜拜，拜拜。当然，我默默就播两个小时嘞，好奇怪，两个小时就这样咻就过去了。明天晚上十点要来哦，拜拜，爱你们。拜拜，明天是台语小教室哦，拜拜，拜拜，要想我，拜拜。今天没有朋友很少，对，因为期中周最近都在忙考试，所以今就是这个礼拜环节都停掉，原本有环节都先停掉了。拜拜，ごめんなさい，拜拜，想你们，拜拜。